我们都安全，就只有跟高德在一起才叫不安全。不安，他在十九岁跟着我，就不安全了。啊，我女徒弟安全吗？才十九岁。啊！哎呦，这咋个还能找？给我养，给我养个。哎，养养养。养先把结冰，结冰就结冰。全都撞了。我全得养了。结冰就结冰嘛，怕什么？谁还愿意给高德两个好啊？高德是谁不认识？哎，昨天那个女孩要拿个酒瓶子要砸高德的脑袋。哎呀，还好没砸下去，砸下去就好了。最后拦都不让砸，那个女孩要砸高德的脑袋。你问他有没有这回事？有这回事，有这回事。我最后拦住那个女孩让砸。你说你也不认识人家是不是？你认识人家吧？他让看他打醉拳表演，你要看你把你那个干玩意儿干嘛？是不是？人家不看。这几个主播好像没见过一个女的老舔狗。完事你们我撩一个他舔一个，我撩一个他舔一个，林总，真不是个东西。我昨天给他撩到三个，他也不敢去。啊，他怂的又怂，知道吧？做节目又不愿意花钱，还得让你请他吃饭。我昨天请了他，他今天又让我请他。这样，你呢？我觉得你不配了，好了，我现在给你们。啊，还有什么名字啊？周超。哎。啊，子秋。那不能天天他来请他呀，对不对？没事吧？劝我基金，劝我基金。邵老师也没少骂高德，骂得好。邵老师骂得好，我没骂他呀。骂得好，我没骂他，我一句都没骂过他。他上一次在衡量有两三次，我把他送到。快把他送到家了，用摩托车送。明天我见到高德，我就给他一锤。他骂我。你说昨天危险不危险？昨天咋回事？昨天他找打，他咋回事？他跑去别人两个女孩也是喝多了，他跑到人家面前去表演醉拳，当场就一个啤酒瓶，差一点点就砸下去了。调戏人家。他不算调戏，就比如说你在这儿喝酒，我就在你旁边表演醉拳。那肯定，你那个女孩子看不出来。对呀，人家不认识人家，人家不看，他还非让人家看。他演啥模样都像我。我看到我手。真不是东西。高德坑蒙拐骗，偷一肚子坏水啊！连内裤都偷，你说他还是什么人？一直的内裤是不是高德偷的？是不是？我也没听说，我也没见，我不能肯定这事啊。80%是他吧？不知道。60%是他吧？不知道。邵老师在中间大好人，啥都不知道。什么别乱说，就是高德干的。他之前有那个有前科啊，有前科。保健母还给他把鼻子给不给扭头上吧，我家是一个问题。你现在吹东西但是我喜欢偷内裤。明总，我到了这边我才知道的，英子为啥不直播了？啊，把主播的微信都给拉黑了，包括邵老师的。就是因为有人偷了人家的内裤，真不是个东西。啊，而且还偷，一偷还偷几条。知道吧？
这么刺激，找出来谁偷的，把那几条内裤找到。我准备明天去破案，啊，我准备明天去破案。明天我顺着那个网线去爬。我要知道谁偷的我就好了。但那时候我已经回成都了，我当时不在啊。是谁的内裤啊？也是就是直播认识的一个女的。这种事情都有。我的意见老师你告诉你。差不多吧，他比屌丝还屌丝。电话。给直播间几个房管分的邮费你出，明总要不要我给你还是整一条过去吧？都分一分。又是高德，就是那个高德干的。有没有可能是那个？我不知道。啊，那个我不太清楚。我不要了。邵老师，吃快点，下雨了，要回去了。我不回去。你不回去，你在这干嘛？你现在走，我都不回去。你在那干嘛？我等不下雨了，我在。完了，我这喝了酒，我也不敢开车。我好好你家太远吗？现在不到了。我跟你说，小伟，我四个月前我就有违法的微信，四个月前。啊，她是我的妹妹。嗯，不是不是，就是说真的是在路上认识的。嗯，是我的妹妹。看到了吗？不是，沙老师，你笑什么？没事，我一边我都是这个毛病，有这个毛病，就是喜欢这样挑人家是吧？不是，我一般说话都是。感谢小怪人的福袋啊！感谢小怪人。兄弟们，今天是双倍亲密度，可以打打卡，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。感谢小怪人女侠。交了100万了，没事，待会儿我送他回去，他自己回去都可以，都行。像我家徐斌，他说电影模式比较少。你要送他，我听某一时间我怕我待会儿送他回去，他不放心我。你也晕了？我还好。我住到这儿也近，雅朵酒店你知道吗？什么雅朵啊？我知道，是在那条路。对对对，我就住在雅朵酒店。你要是哎，这个是哎，小怪人的超大白星。你要是如果是你一个人，我把你送到门口，我就送到门口，然后我再回来，我再找他，我再把他接上。没事，对，走走一下，吃饱了。反正我是没喝酒。笑笑神。装瓶哈，因为一个是他唱我。牙红面孔，这么灵气哦。感谢小怪人。吃的有点撑了，但是是喝水喝酒喝的，估计待会儿还能再吃点。好的好的，明总，好的。如果你能长远的真的能跟我合作啊，你拍下感谢小妹儿的插到完心，为什么方便？你听我说，不像那个女领队的，还有其他那个群众的，实际上如果跑戏多了，不让他们体验，你看那外圈的啊，老在我们群里跑。不关播。啊，有时候我提前跑一次。不关播，不关播。哥啊，强强妈老叫我们。你平时玩抖音吗？你不玩。我中了去，你喝了去。你要玩抖音，我可以给你介绍个业务。拒绝阿里云业务。赚钱的业务。感谢航航兄。差不多吧，反正肯定能让你挣钱。
啊？我的大的模型要宽的，宽已经到了通用圆通了的。啊，直播剧那样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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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那个没关系。我还是在，我在义乌有一个。我还是在那个黄，那叫啥叫威亚？有一个店，就是。反正就是能让你挣钱。那我没有挣。你那威亚不一定要打我。没有，那就可以申请一个。都没有粉丝。我现在打他主意挣不到钱。好多人都挣不到钱，不保证。就是还是一句哈哈的。感谢航兄啊。我玩的不。好的好的。那你好。你俩学的。很浪费时间。买导游装。感谢航兄续费的钻粉。弄那个直播间还能。我都跟你说了，不是直播。那直播带货肯定是中国的，你那没粉丝，有粉丝也挣不了。好吧，你当我没说。啊。六。感谢航兄啊。一个人睡觉提醒了。哎，我的矿泉水，这是你的，我的。你的在这儿。还有吧。感谢航兄，欢迎明总。女侠脸，这个不好看。你要回去睡了吧？要回去睡了，你跟我说。要回去的话，你跟我说。不是，你现在酒醒了，知道没？我房间里面的照片没有，我住酒店，我拍啥房间也没有拍。你是临时过来的？今天在义乌。我应该是昨天到的吧？昨天到的，我之前有来过。我是开车自驾游，然后游到这边的。那个谁啊，小伟，你是你自己一辆车吗？对啊，就一个人。我给你商量个事情，你说，就是说再过一个多月呢，我把我的东西，就是说该卖的卖，该处理的处理，有用的东西呢，我都把它全部物流到河南周口。我不去河南。你听我把话说完了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好。然后呢，我坐上你的车跟你一块儿。去成都啊？不是，就是，反正是走遍全中国各地吧，你到哪我到哪。我就是喜欢你人少。你喜欢我人少？对。那万一我在……听我把话说完。大飞让我跟他一块去西藏，然后再去河南。我才从西藏。人多，我才从西藏回来。啊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那你怎么没晒黑呀？没怎么。我保护的好啊。人家徒步去西藏，我是开车，我不是去徒步。就黑了，就跟。你听我说，每到一个城市呢，他就把我看哪排档多。你不会让我去跟你两个卖唱吧？我不让你跟我一块儿去啊！我不让你一块儿啊！啊，我该卖我的唱，卖我的唱啊！你该直播了。我准备要去新疆，你去不去吧？啊，我准备去新疆。啊，可以啊。真的？啊，可以啊。几个人呢？我一个人，目前是我一个人。哎，还真的，我们村里有一个人，我到新疆。我也是说的真的。新疆玩啊！我坐你的车去新疆。我的工作就是旅游。旅游是吗？对。我坐你的车给你打车费吗？你觉得你应该给我打车费吗？啊？你觉得你应该给我打车费吗？油费互拼嘛。邵老师，如果说你是个女的，我绝对不收。你把话说翻了。咋了？你把话说颠倒了。说颠倒了。高德开你专场了，说你人不行也不请他吃饭啊。对，我人不行，我请他吃饭我就人行，我不请他吃饭我就人不行。那我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在哪个人的眼里我都不行。老板，你这咋个不用在意别人的说法，就是做人做事儿有自己的原则就行。你说这样我们已经那个
到第十个月自己查理他的，明白吗？给你二月了，你给他发票。放在一边了。我点我不会唱，对吧？对。你说了不会唱。对呀、啊，我晚饭的时候看的不是和这个女侠吃烧烤，啊，邵老师来找的我，邵老师来找的我，我本来是跟女侠两个一起吃烧烤的，啊，他可太行了，啊，确实牛逼。那你二哥，二哥背单的，你对我不对吗？你对我不一样。告兄弟们，转告他一句，明天我请他吃大餐。明天我请他吃大餐。明天带女侠去清明上河图。明天看吧。明天看。他怎么知道你来？我昨天晚上请了他吃过一顿饭。啊，楼一上的楼高了，你懂吗？昨天有我，有他，还有邵老师，对吧？我也不知道他房间号是多少，我怎么关的？我也不太清楚。昨天精彩节目可惜没看到，昨天的节目也挺精彩的，啊，就是你觉得我要逃单，我觉得你要逃单，我都说好了请他吃饭的，我怎么可能逃单嘛？一点节目不会搞就会超高德的，我超高德的兄弟啊，你怎么判断我是超他的？你别说我超他的了，他就在路边，就是看到女孩子，他连搭讪的勇气可能我之前也没有，但是我觉得我都比他好点，知道吗？他是连搭讪的勇气都没有。咋了？电池好。不是，你怎么吃电池啊？嗯，不是，我没搞懂你为什么把电池放到嘴巴里。我可倒是有。你拿这个水漱漱口。这。为了喝鸭子。漱漱口。你能光？你怎么会？不要喝，不要喝。人家还能觉得你好，他会这样风和雨。这有毒的。都从这儿。你为什么会把电池放在嘴巴里？他没电了，我给你买不行吗？扔了吧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待会给你买。他带到你，他带到你，你别要了，别。不是那个四五十岁的。你把我整懵了。不要了。他带到你多大岁数？你咬他，他那个电池本来就是歪货。那不是那个，不是我的。不，他知道没电了，他还摇一下。不知道是，因为我也有一两年没电不知道。不，小这是小时候干的事情，小时候电池没有电了，摇一摇它就真有电。但是这个企业级电池，你把它摇爆了，那个东西流到嘴巴里面，它是有毒的。会死吗？啊？它有毒，基本上差不多，会死。那怎么办呢？不，你没有吃进去，肯定不会死。那不是蓝福企业级电池，蓝福电池随便咬。啊。吃什么？电池。他怎么吃电池呢？他不是吃电池，他是电池没电了，他去咬。啊，一点事都没有，我还经常咬电池。哎呀，这个没事的。不是，你只要不吞到肚子上，哪有什么事啊？除非他鼻子特别敏感那种，有可能就发烧。不合适。因为我之前我也咬过一次，不是蓝福电池可以咬，
这个电池它一摇的话，它里面的、哎、我给大飞还找个，我给大飞找了，我给大飞找了六个女的，找了六个，就是陪他喝酒的、聊天的。不是你给大飞为什么能找六个？你为什么不给我找呢？你是怕我给不起钱吗？不是，那六个他的出价都很高，两百。多少？啊？多少？介绍费二百。介绍费二百。嗯。我给他介绍第一个的时候，那有一个女的，嗯，就是整个后背都在外边，嗯，啊，还能喝五六瓶啤酒，就是在你楼下站着的那种，不穿着、啊，穿着就类似于你楼下站的那种，啊，回家找到六，纯纯的浪费，而且还有一个叫小梦的，中间上老婆，小梦的女的我认识啊，你认识小梦吗？我认识啊。哎，我怎么不知道你？小年轻啊！我知道。他要招女婿，他给我说了，他要招女婿。啊，我知道。他家里就他一个女儿。我放心，跟其他别人。我家里面也就我一个儿子，我不倒插门。你给大飞介绍，大飞喜欢倒插门。大飞有一次影响我们两个把微信删除了，他又加上了。大飞说的，有一次他诱导我，他说。哎呀，邵老师啊，今天买了600块钱的菜啊，还有牛肉，还有羊肉，还有猪蹄儿啊，买的还有甲鱼，买了600块钱的啊，厨师马上就开始做了啊，你呢啊就不要来了啊，我心动了，是我，啊，我说你说不让我来，我很高兴，他说你呢就不要来了啊，啊，我说好。忘了，他买了，说了一句，终于你说了这么多，你说到一句重点，不要你来了，啊就说到了，那都不要过来了 啊，就这么一句讲到点子上来，啊，他说完这句话，一句话的时候，啊，后来第二天又让我去了，啊，我说在哪里呀，啊？我说妈，我找不到这个地方，长征路，我怎么找都找不到，后来他到戛纳还把我接过去，在他那挣钱挣了3天，反正每次都是1000左右。每次都是一有烟吗？全是我妃子找的老妹子，老子真不是。我邵老师在横店是有实力的，好吧？你还吃不吃？那撤了，走了，邵老师，雨没下了。别下来，走吧，带上杰哥来。好，啊，反正我的摩托车也带不了3个人。不用，走回去吧。要不然我把东西送回去，啊，送回去了之后，我再过来接你。不用，我把你送到米朵。哦，不用，我走回去。那你们两个先走，我们两个后走。都行，因为我有车。都行。啊，边枪不边喝个。我要去上个厕所去。横店乱不乱？邵老师说了算。哎，开玩笑，我是如来佛吧。是的。别说这话啊。感谢小个人。横店不乱，看人的。你要经常去喝酒，好吧？你给我看一下，我去上个厕所。老在右。我上个厕所。你也吃饱了吗？我本来收工的时候再吃2个菜，然后就吃饱了。还有剧组那个鸡肉，最好别吃，是鱼。鱼。一滴。鸡肉。我真的老累。有人打电话。都在约我嘞。是的。听好了啊，这个女的跟着我8次了，走了8次啊。一千万。来。老头嘞，咱队里的菜。啊，你说怎么了？你在哪儿？呀，我。哎。啊，可以，怎么了？你给我介绍一个。他买的我。啊？怎么了？我吃的真的一点辣不辣的。啊，可以。啊，可以。你应该想个办法让我们看看。啊，我特别高兴。
兄弟，不然我的朋友还没有稳定下来。还没有稳定下来，都是有的他不经常，有的跟我干两天拍戏去了，有的什么？对对对，他们都是轮流干的，轮流干的。没用啊！啊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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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你听我说啊。我就三个地方轮流着干，义乌、中阳、衡阳，有时候那个群主给我让我当替身，让我当特约，我就来衡阳了，明白吗？完的，我当一次替身都是400，最少400起步，还有400的，还有600的，还有800的啊！完的，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真的，这玩意给你去了，那我去了，我住哪儿啊？漂亮吗？那我要没地方住怎么办呢？我去了以后，先跟你住在一起行吗？我明白了。那我去了，我就租个大房子吧，租个大房子，咱们俩一块住，你都不用掏房费了。Hello。他。前面你这个同情啊！我的妈呀，他开几百万的公司，他愿意跟着我干这个小钱啊？一晚上挣几百块钱。啊，是他姐。他姐多大岁数了？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他姐多大？他姐多大岁数了？88。98，2008，2018，30多岁。我在看他们呀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那你把我的电话告诉他吧，让他给我打电话加我的微信好吗？明白了。他喝飘嘞。那你的意思让我去了，让他给我合作是吗？我没有醉，我清醒得很。对呀，蛮绝的，好吧，我来。我还知道你。啊，可以可以，你给他说好了没有啊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那你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女的三地人。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好好好，我全部听你的啊。我把这边处理好，我就过去了。你看啊，好，你给他打个招呼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教你，没事没事，我教你。是我的消费不够还是咋的了？咱们位置准备。好好好好，我教你。好嘞。杨过在电视剧里啊。啊，可以可以，你明天你问问他，先给他打个招呼，然后你告诉他把我的微信电话给他，看他愿不愿意啊。你对我有意见哦。好嘞。好嘞，宝贝，送给你一个小兔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送给你一个小兔。好，好，送给你一个小兔子。啥呀？这个女的叫阿朱。阿朱，今年28岁了。她跟着我在一起，跟了我80，走了80。然后要回来跟你。说了70-80次了，要过来找我，过来找我又不过来了，让我去到广州找他。然后他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姐们儿。他知道我是个好人。打骨折。你是要我打你骨折呢，还是你要打我骨？哎，那脑门心脏刚好。他跟我70-80次了，他在横店就给我住一个房间。连他的脑门心脏都有了。就给我住一个房间，可以啊。但是呢，我房间里呢是3个床，他自己睡一个床，我睡一个床，知道了吧？打骨折吗？
我觉得一折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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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马上我们走了。我说你不知道信不信，就刚才打电话那个姑娘跟我在一块住了有六七个月啊，我从来没碰过，就一个屋。是你不行吗？还是不是我不行、啊、而是我没有那种思想，就 单纯的没有那种思想啊。对对对对对，你懂人家干嘛啊？他有一个女儿八岁了，离婚了，找了五个男朋友全部离婚了。嗯，他不愿意再找了，他没有一个人过得自由，他永远都不会忘记我。他跟我在一起半个月都挣了好几千块钱，他一离开我都挣不到钱了。走吧，方老师，走了，走吧，你们先走。不听了呀？走了吗？走吧，走了呀。你们两个先走。账出来用吗？好了，不会管，不要管。他们卷上了吗？我的小爬菜味。你小爬菜。你他妈，你一个干我两个人，你说你小花菜，还有你，咱差不多的酒量，你不要跟我说什么人。哎，差不多酒量我。我说邵老师，你连走了，你那个不打包，你连矿泉水都打包吗？啊，对，